我以后再也不会买9块9、10条的安睡裤了哈，就这个染飞家的安睡裤，现在10来块到手竟然有30条了。人家现在就是新品冲销量哈，活动也就这两天，要是抢完可就没有了。你可别看它便宜啊，它这个穿上之后真的老舒服了，而且你看它呢，打开之后就是这种小内裤的形状，腰部这里呢还是加高加宽的设计啊，弹力很大，最多能穿到180斤。它的这个面料真的特别的柔软，而且呢，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内裆哈，也是这种加长加宽的设计呢，还是棉柔层的材质，就跟宝宝纸尿裤的材质是一样的，就能放心穿。而且人家侧面还做了这种防侧漏的，这回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翻身打滚啊，也不怕了。但其实我最看重的还是它的吸水性哈，像我们平时遇到量大的时候，你看它都能做到瞬间吸收，吸完的表面都是干干爽爽的，一点都不会反身哈。他家呢现在就是新品冲销量，如果你点进去看到还是10来块到手30条，真的赶紧去抢哈，这个价格说没就没了。